过的是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的男主角奖。男主角奖入围的有安元良、客家电影院、光的孩子、李明顺、做工的人、李丽荣、主管再见、唐川、客家电影院、窝卡、刘冠廷、致亲爱的孤独者、小勋。哦，恭喜！觉得好像肚子饿。爷，你饿了，我去买吃的给你吃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拉面。拉面？现在啊？啊，没事没事。爷爷啊，只是突然嘴馋，突然想起年轻的时候曾经吃过九州拉面。啊。都几点了，还吃什么拉面呢？九州拉面，爷，我知道这附近有一间二十四小时的拉面店，我去帮你买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很快回来哦。哼。